知道我在干些什么。我唯一不满意的点，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交流不了，所以想表达的意思表达不出来。저희약간이런자유분방한모습이잖아요제가일단대형짠거있는데서로의견조율해가면서해볼게요왜냐면본인파트에그게마음에안들수도있긴한데다들어주지못할수도있어요왜냐면대형이동때문에想回家。친구여기있어요뭐야이거여기있는거유틱 your mental 힘들어요